脖子上这条项链不错，送给我吧。我今天没戴项链，我今天忘戴了。今天的项链忘戴了，你说的是这个吗？这个不是项链啊，这个不是项链，这个是颈椎治疗仪，这是颈椎治疗仪。我觉得治疗颈椎没啥用，但是它可以听歌，所以我就用来听歌了。这个是颈椎治疗仪啊，它不是项链。欢迎5636737，欢迎秋哥，欢迎。人生这一杯酒啊，醉在其中才看透。我却干了你随意。你在这里5年了？5年？没有吧？在我看来就是项链，在你看来就是项链，那你说是那就是吧，反正我看来不是。治疗颈椎，颈椎治疗仪根本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对呀，我觉得它能听歌，我就用来听歌了。多少遗憾心中留，人生这一杯酒啊，只要一喝就上头，百般滋味解脱。那胖胖说你欺负他5年了，还听他瞎说呢。我就玩抖音，也就2020年开始玩抖音的，我欺负他5年了。我真要欺负他5年了，他不至于这么胖，都不搭理我吗？不是啊，我是回复不过来，我是真的回复不过来。那倒也是啊，对吧？我要欺负他5年，他不至于那么胖，他就不叫胖胖了，他就叫瘦瘦了，他不叫胖胖了。人间一早已足够。这个耳机是不是蓝牙？我没说。